道是你啊，你老公啊，可皮的呢。他来干嘛？这次我跟修，这次我跟修在一起过。夫妻书啊，我们今天已经离婚了。方志友，对，他老婆来了，哦，他一直在调戏那个妹妹。他来干嘛？哎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。因为我跟志友在十年前合作过，再一次碰到是。又在节目碰到，那我也是刚好今天来当小帮手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今天的来宾，那就是这样的组合，我觉得很特别，我很喜欢，就是很像又看到老朋友。您就是游小姐。游小姐。哎，其实我也还蛮安心的，就是觉得哎有一个很熟悉的面孔。是我跟方志友是拍一个广告认识，然后我们认识很久了，就是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，因为里头的人很多都是我很熟悉的人，然后但是他们在做一件我很不熟悉他们做的事情，这样子。嗨，欢迎。杨明威，你的表情。你坐这边其实也可以，坐这边也可以。是你啊，你老公啊，可皮的呢。还好吧。那没关系，不用鸟他，没关系，不用鸟他。夫妻书啊，我们今天已经离婚了。今天啊？对对对，哎，这里没有摄影机啊，这里有摄影机吗？我今天是，我今天是来拍照的。这个可以帮我放在一个最显眼的地方吗？没有，你老公脸上。好，少勋，那我今天是想要来洗头，因为我等一下有一个宣传通告，想要宣传我们的新店。是。对，你想要帮别人洗头还是？没有，他要洗。可以吗？我可以帮别人洗头吗？因为其实我的电影呢，就是我在电影里面饰演的就是一位法姐，所以我在那个开拍前有受训过3个月。老婆大人叫你拿着，还不赶快碰？我好想你，好久不见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预约这家发廊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叫你坐在我旁边跟我聊天。是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还可以跟我中部啊。好，谢谢。你们要讲一个就是什么？你从来没有跟他说过的。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的吗？好。这次我跟修，这次我跟修，这次我跟修在一起过。没关系啊，哎，都过去了，大家还是朋友吧？你没有在一起啦，没有在一起啦。你会介意吗？我说我们演过一对。哦，只是演过一对而已。还好啦，好啦。这里接这个工作。喂，不到180。哈哈哈哈哈！180开灯号。上次接受访问是多少？10几。都讲他没有跟记者聊过天，都一直保持沉默。然后这次为什么？下班。答应了我就改变这个。小孩时间。喂。
已经到了180，太接近了，有点惨。我180开根号。姐姐到底拿了多少朋友？怎么可能？难怪一直压我们。你们完全不给我碰到你，他有事。他们目前不相信。不会，我觉得他这样真的挺好的，各个场都是。我会加入是因为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是给我演艺圈第一份工作的人，王伟忠叔叔。真的哦，所以呢，今天有这个卡司，其实都是有点报恩的概念。讲报恩太沉重了哦，应该是说我好不容易逮到这机会，还削他一笔。伟忠哥开口呢，我当然淫威一下，绝对会答应，但是还是会想一下，这个实境节目很可怕，尤其是你知道。我这种十几二十岁女生，光不好看都很可怕，何况我到最后如果那个不漂亮，我都不知道把它剪掉，别想播。这个剪接是在你家，放在你家，在你家剪。剪接是我家里把刀。我录完影之后，我就去剪接室盯着，再给波波看戏，要不然就打马赛克，兴奋到爆炸，疯狂开始。真心啪啪，狂 repeat。除了兴奋，没有别的形容词。惊喜、狂喜、惊讶、觉得被骗。想说真的还假的？想说姐姐到底拿了多少朋友？怎么可能？难怪一直压我们。任何场合都可以出席，有节目有各种造型。不会，我觉得他这样穿挺好的，各个场合都是。这样子是司仪吧？葬礼的司仪。大体礼仪。除了话多没有缺点。对他现在因为付出急于表现，所以大概两三秒就想插话。他怕空气凝结。对对对。可是因为我最喜欢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。因为他随时给我们很好的精神，对，是真的开心。而且我们这几个其实算话也不算很多，所以